这是炒股软件同花顺在我们屏幕中的显示效果。虽然红绿色无法被显示出来，但是实线与空心线这种 K 线图的表示方式，同样足够展示整个股票变动的趋势和信息。只要您熟悉这种方式的话，相信使用我们屏幕依然可以满足您炒股的需求。至于大家问到的，当盘中波动的时候，是否会发生黑闪的状态？相信通过这么长时间的鼠标移动、标签变化以及左侧数值的变化，已经很好的回答了您这个疑问。